我见到你的时候，真想把你抱起来说：“儿子，对不起。”可我怎么做？继续逃避。我为了不面对自己的失败，只希望你能强大起来，强大到不需要身边的人保护。 也可以把自己保护好。可是结果，我更错了。你是强大了，但不需要任何人，意味着任何人不需要你。等天亮了，我们两个去寻找一个答案。